我以后会睡地上的。睡吗？少爷，我可找到您了，您可真……是我的好少爷，新婚燕尔依旧恪尽职守，不忘初心。废话真多，把你嘴管严一点，别让那老头子知道我又开始驿站了。老爷如今可顾不上管你，有儿媳妇万事足。他俩又在做什么妖？老爷，跟少夫人学做茶点呢。什么玩意儿？啊？对了，这个给你的。哦，谢谢爹。喜欢就好，喜欢就好。爹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哦，这个呀，这是百会穴，是全身经络阳气的交汇之处，每天正反按摩50次，有疏风散邪、开窍醒神之效。马屁拍完了，我准备明天就跟爹爹提店铺的事儿。你不是很会讨好你老头子吗？茶点就做得挺好，为何还要开铺子？哎，当初说好了店铺分我一半，白纸黑字写着，你可别不认账啊。那你想怎样？我想你配合我一下。怎么配合？这样，我们呢定个暗号，只要我按住百会穴，你就替我说话，简单吧？怎么样？嗯，好。这男人是转性了，他怎么知道我喜欢吃胡萝卜呀？乖儿子，你不要把你不爱吃的胡萝卜嫁给儿媳妇吗？话说回来，你说我什么时候能抱上孙子？今天要不生意还好吧？好像还不错。哦，谢谢谢谢。哎，这个你就别问他了，这败家子根本不会做生意，那铺子给他，我就当布施了。这样我还能少生2天气，要不给我气老了，我平时不就白养生了？吃饭就吃饭，那么多的饭菜都堵不住你的嘴了。一个龟儿子啷个跟你老汉说话嘞？哎，爹，我觉得这样也行，我们或许真的可以试试看别的生意。那个，哎，你昨天不是说了吗？要把药铺分我一半，给我做生意来着？我什么时候说过？我可不记得。你真的不记得了吗？你说了，最近药铺生意不太好，给我做生意还可以补贴一下。我怎么不记得了？像你，你再好好想想，你昨天跟我说的，你忘了吗？再想想。哎呀，儿媳妇儿，这事儿你就别问他了，这小铺子交给你啊，我就放心了。龟儿子，今桑知道你要跟你媳妇儿多学一行，听到没？咱们一起做生意，五五分账。没问题，爹。好，那我去写个字据，以免龟儿子不认账。我是这种人吗？谢谢爹。你刚才为什么不帮我说话？因为你按的不是百会穴，还比爱心，真搞不懂在想什么。徐子言，你故意的吧你？不是百会穴吗？
不是在这儿，不是这儿吗？我觉得还是得稍微休整一下。哎，徐子言，我去买些应用之物。又没让你给钱，你跑什么跑呀？你留下来帮我忙。瞧瞧看看啊，二手凳子，哎，来看一下。哎，老板，多少钱？50文。这样吧，10文卖我。10文？你媳妇以后可以免费去许记药铺看诊，随时都能去，怎么样？不瞒你话，就算了吧。哎，成交。来。哎，来了吧。什么卖我？怎么样，累吗？不累。少夫人还有什么想买的，都交给阿寡。不对呀，你这人怎么两副面孔呢？说，有何居心？哎，没居心，我就只是想跟着少夫人赚钱。啊？跟着公子多年，穷怕了。哎呀，有眼光。走吧。以后，这里就是柜台，这两边放椅子，嗯，桌子就放这儿。哎呀，想的再好有什么用啊？钱也不够。哎，慢点。这什么呀？叶公子刚派人送来的，上个月的诊费。诊费这么多？少爷义诊是医女不医男，若有男子非要诊病，诊金5倍。我这个变态一定是对女人有什么不良嗜好。官人的就是我的，这个钱我先收下了。那这个月的房租？房租？这店都是自己的，还要交房租？老爷规定，少爷每个月都得交房租。店那边我去说。哎，对了，来来来，啊，冰块，是，何事？你都已经看见了？看见了。其实吧，少夫人她也实在是干得不错啊。平日我行医总被那老头子搞破坏，这次的诊室如此隐蔽，可见他思虑周全，是真心助我。少爷，
您成了亲之后还真的是奇思妙想，心胸宽广。今日跟了夫人一天，连说话都变得好听了。吃水果冰沙，忘了那个他，大碗冰沙80分一碗，不甜不凉不要钱呐！开门吧。拿药吧，下一位。阿果，这些女子好像都不是听雨轩的老顾客，并且病因都相仿。少爷，您开的都是同一个方子，抓的同一种药。你说会不会是他帮我介绍的病人？哎呀，不可能。他都能精心帮我布置诊室，为何不能帮我介绍病人？而且，为女子义诊也是功德一件。少爷，你也太不了解少夫人了。以他那个见钱眼开的个性，不赚钱的事儿怎么可能上赶着去做？那这些怎么解释？少夫人打算扩充小食店，前面实在放不下了，才挪到后面来，并非为少爷您掩饰行意。哎呦，阿果，扶一下。哦，大婶，慢点。来，坐这儿。大夫，我肚子好痛啊。把手给我。又是寒凉之症，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都怪我贪凉，多吃了几碗冰沙。冰沙？什么冰沙？你们不是一家店吗？前面小食店在卖冰沙，难道许大夫不知道？原来如此。来啦，要不要来碗冰沙？80元一碗，不过今天没了，明天吧。夏玉冰，你可知今天有多少女子到后院看病？很多吗？我没注意哎。不过今天客人那么多，应该有顺便去看病的吧？哦，来来来，这是你今天的五成。哎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这义诊又不赚钱，你就不能悠着点吗？我，你干嘛？冰心阴寒，对女子极为不利。今日来看病的女子皆是寒凉之症，寒气入体。夏玉冰，你这是想谋财害命，还是想把我们许家整垮？可是我加了红糖呀，红糖有益气养血、祛风散寒、健脾暖胃、活血化瘀的功效，跟沙冰融在一起，简直就是解暑滋补，二位一体。胡闹！从今日起，我不准你再卖冰沙。凭什么？我的生意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的生意，这大夏天的，你从哪儿进的冰块？那我不是进啊，我进货进来的。冰块储存不易，炎阳楼的冰块你又买不起。阿光，这些冰块打哪儿来送哪儿去？回去告诉那老头，若他下次再给夏玉冰供货，我便跟他分家。徐子言，我第一天开业，你就这么看不惯我吗？为了赚钱不择手段，罔顾他人性命。你可真是跟你那个好大伯学了个十成十啊！承认，你拿我试药的时候管过我的死活吗？说的满嘴仁义道德的，你不就是怕我坏了许记药铺的名声吗？再说了，我没给你分钱吗？说的好听点是咱俩合伙干，你一个人义诊花光了店铺里所有的钱，我再不赚钱，你拿什么义诊？好，从今日起我就算穷死，也不会再要你夏玉冰一分钱。行，你说的。君子一言。司马南春，好，让开！不好了，少夫人晕倒了！
回事啊？你吃了多少种冰沙？我卖了多少种就吃了多少种。你不要命了？那怎么办？我总不能不睡就卖给客人吧？我看就是活腻了。啊，哎呦，这什么啊？药啊。啊！我不喝，我不喝，我不喝，我不要。二媳妇儿，怎么了？老爷，爹爹来看你了。老爷，少夫人没事，你说也没事。怎么回事？他怎么来了？不不不，不行，不能让你爹发现这整事。我们赶紧出去吧。来不及了。啊！老爷，您哦，阿光啊，你可知道体寒之人能够才能痊愈？如何痊愈啊？生娃儿哟！哎，生孩子。哎呀，这大热天的，不卖冰沙根本没客人，没钱怎么换沙子呀？估计也没几天好活喽。他以为他是谁呀？这个徐子健。哎，子言，你等等我呀！哎哎，咱俩再商量商量，五十两不行就一百两嘛。哎，阿宝，来来来来，他俩说什么呢？什么五十两一百两的？少夫人，您这耳朵可真尖！哎呀，少废话，赶紧说。叶老爷非逼着叶公子去您二姐，叶公子不愿意，想来咱们店里躲几日，少爷没同意。还有这种好事？少夫人，您有什么好主意啊？五十两，行，可以，你就把这当自己家，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。真不用跟子言说，也不用跟他说，我跟他是夫妻啊，他的就是我的，我的就是他的，对吧？哦，嫂夫人说的是，我要让你看看我夏雨冰赚钱的本事。真是个狠人啊！怪不得拿我试药呢，连自己都不放过，真渣呀！哎呦，少夫人，哎，给你家少爷拿去吧。少夫人果真心胸宽广，可怎么不进去说清楚啊？凭什么让我跟他先道歉啊？叶公子的银子，少夫人给了少爷一半。那叶公子就让他在店里住下了？不然呢？少爷不是不愿，银子都收下了，岂有不留之理？若是叶伯父怪罪的话，你就说是我的主意。少爷，我觉得你这样还不如直接跟少夫人道个歉呢。我又没有做错事，为何要道歉？
君。走。程老头，带我休息片刻，再与你继续过招。这是什么？我去找阿吕兰。我道不道歉关你什么事儿？脖子是围了个牢，你懂个屁！进去。如果不想被下药的话，就配合。想想办法。哎，老爷们，别到手了，你走吧，走吧。那个，他们走了。怎么了？不知道，肚子好胀。徐子言，我不会是怀孕了吧？你在胡说什么？你怎么会怀孕？怀谁的？好啊，徐子言，你怎么那么厚颜无耻啊？我就跟你一个人成亲，跟你一个人圆房，除了你还能是谁的？那个，我们没有圆房。别动，一会儿百草丸妖精上来了。就不会那么难受了。行，现在不认了是吧？没关系，我也不是非你不可。反正你只是来鬼水了。嗯？什么？女子十四而天鬼至，你都十九了，自己来鬼水，不知道？我白长那么大了，你娘亲没跟你说过吗？我娘亲早就死了。大晚上不睡觉，你在这装什么夜叉啊？哎呀，哟，鬼子长大的时候晓得疼媳妇了。哎呀，我的小孙女儿打水漂喽。赶紧喝了。徐子言，怎么了？你这趁我身边要我命吧？睡觉就算了，这也太难喝了吧。废什么话，
赶紧喝了，良药苦口。本来我还挺感动的，但你这个药的味道让我现在很愤怒。真的不怎么痛嘞。你想想之前从你这买冰沙的那些女子，半夜可没有人给她们熬药。哎呀，我知道了，我都听你的不再卖冰沙，你别啰嗦了。我是怕你好了伤疤忘了疼。不会不会，我现在一想到他们都跟我今天一样痛，我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。不过这冰沙也不能卖，也没啥别的能卖的，我怎么赚钱呀？夏雨冰，你为何这么执着于赚钱？夏家虽然情况复杂，但是据我所知，对你的衣食住行从来没有亏待过吧？我总不能告诉他我要赚钱买命吧？那我不是为了嫁给你都跟夏家断绝关系了吗？再说了，虽然咱俩有契约，但又不是真夫妻啊，我总不能赖你一辈子吧？我总要为自己以后考虑考虑嘛，是吧？没什么事儿，我先睡了。这是什么？簪子。冬青阑外，紫荆藤下，一宿星星雨。人机生地，浮萍日久，可忆当归否？哎，这人还真是嘴硬心软。我呀，哎呀，长姐，我看你练剑太辛苦了，特意带了金老刚摘的水果来给你，你尝尝呗。哎呀，我跟那叶问章真的没什么，那都是他爹乱点鸳鸯谱。我现在都已经嫁人了，看那叶公子还在水深火热之中呢。哎呦，你说这些干我何事啊？行，那不说不相干的事。张姐，我来是想邀请你一起开店的。开店？自从那次美食庆典之后，我就发现啊，张姐并非吃鱼，以后一定会离开夏家的。所以不如我们姐妹同心，其利断金，一起开店吧，张姐。难道你不想把你的牛乳奶酥发扬光大吗？那也是我自己的事儿。哎呀，张姐，姐妹同心，其利断金啊。要怎么样你才肯答应我呀？安，张姐，你可千万要射准了，你要是射偏了，你可就没有妹妹了。放心吧，我准得很。哎，等一下，能不能再商量商量？不是你让我答应你的吗？我是，可是我没想到你让我来当箭靶子呀！我这是玩命啊！这是，你到底干不干？来，跟，来吧。
来，我呸！只是孩子，你看，他们可都是签了卖身契的。嗯，反正要么你就看着我剥削他们，要么你就跟我合伙干，还能顺便资助他们，不是吗？哼，嗯，看来我还得添把火。哎，来来来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来，给我提桶水去。快一点，别磨磨蹭蹭的，威胁我！哎呀，蒋姐，你别过来，你有话好好说。哎，我不就是想跟你一起合伙做生意吗？我也没有剥削他们，我给他们好多钱，他们也不能一辈子靠救助我吧，也得先会有他们的双手赚钱，我真的好委屈。好，我同意。别哭了，我最见不得女人哭。啊，这就行了。早说嘛，早知道早点哭了，还不用花那么多钱。嗯。好看吗？不过你也挺厉害的。还会做簪子呢，哎，不如你多做几个，我拿去卖吧。我是大夫，又不是匠人。哦，知道啦。许大夫做的簪子，只此一只。行，我会好好珍藏的。带着吧，好看。嗯，那个，你为什么要给我做簪子啊？边角料扔了怪可惜的，就做了一只。是不是怕我想家，想安慰我呀？笑话，我为什么安慰你啊？嗯，你对我这么好，是不是？嗯，你想多了。死鸭子嘴硬。你怎么这么怕打雷？还不是因为你，老是被你毒死在雷雨天，怎么可能不怕嘛？我从小就怕打雷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之前给别人诊病是剩下的，送你了。嗯，啊，还听得见吗？阿广，哦，来了。少爷怎么了？快去叫少夫人来吃药。嗯。少爷，少夫人不愿意过来，说店里生意不好，她要想办法让我们不要耽误她赚钱。你去把柜台上的房契给她，告诉她不要折腾了，我养她。嗯。
哦。哇，许公子，您对许少夫人可真好啊，小女子好生羡慕啊。下一位。累了吧？这是我特意用井水蒸过的西瓜，快尝尝。哎，表哥，你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啊？今日要去城府司上任了，路过此地，想着来看看你。嗯，还是表哥最好。少爷，少夫人把房契退回来了，说房子不是你的，你也做不了主，别假大方。还有什么？少夫人正在跟一位公子谈话。怎能让我生命倒退，管他上天入地是多有的罪，一探谋力学不会，一推锐尽心将愚昧，要相信迎风高飞的勇气会加倍。说没有天的黑，怎知道梦成灰，心怀无畏就不怕鸟群与鬼，水滴是穿过后光阴中有相会，你在前把心中的胆小毁灭，不忍心高飞，骄傲不勇敢的追，偶尔再来一起下马威，人生一回合，只要我不战不归，不要试图在最后一秒想把我击碎。会怎见天马奔腾的美，我偏要精挑拆就从容应对，攻击不被想的每一声全让一切心灰，谁不是有心守候着精彩的光辉。说没有天的黑，怎知道梦成灰，心怀无畏就不怕鸟群与鬼，水滴是穿过后光阴中有相会，欲再见把心中的胆小毁，不忍心高飞，骄傲不勇敢的追，偶尔再来一起下马威，人生一回合，只要我不战不归，不要试图在最后一秒想把我击碎，人生一回合。